那么版本的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哈，谢谢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哇，谢谢，我今年还没有送到猪猪。哦，小弟弟给了哈，好好好，可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今年没有送到猪猪，我去年来的时候送到这个我们的狗年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，今年就这个猪猪哈，谢谢谢谢，啊，非常感谢哈。那么送上这首《拥抱你》，连续呢是我们的歌台的支持者都很喜欢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知道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五王五后们都很喜欢听恰恰的歌，对不对？那我送上这首也是恰恰的歌，来这首《旧梦》。